追梦哆瑞咪，公共电视2月4号，除夕夜晚上9点，大家一起来追梦。怎么样？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什么都看不到。这就对啊，就是要什么都看不到。我告诉你，你只啊，不用管别人怎么看，你只要感觉唱出你自己心里的感受就行了。阿瑞在里面其实应该是算边缘人，就是他很想去打入大家的圈子，但是他又是一个据点王。那这次的故事讲一群很多人嘛，反正就是追梦嘛，不只是就是歌唱比赛，它是一个歌舞剧。因为我很喜欢看卡通片，对，我就把它想象是像《欢乐好声音》这部片这样。追梦哆瑞咪，公共电视2月4号，除夕夜晚上9点，大家一起来追梦。